只要覆盖在上面，大概5分钟，然后呢，拿清水一冲，全部干净，整个喷上去，让它覆盖上去。现在已经有泡沫了，对不对？那瓶是什么？普通的清水。对。就是冷水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，毛巾轻轻的擦，我只是把它擦干，并没有撸它。哇！你具备这三个神器，今年的大扫除应该就已经成功了。比方说你说最恶心的马桶，对，还有就是毛孩子可能会舔的地板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最烦恼的水垢，对。那今天刚好这三个产品呢，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哦，它非常老牌了，对，很多家庭主妇都知道。耳熟能详，特别是那个马桶的，我觉得相见恨晚，超好用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。慧如刚刚讲到第一个水垢的部分哦，他们在这两年有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——水垢瞬洁的清洁剂。我要先讲水垢就要用水垢专门的清洁剂，对，是哦。因为你如果不试的话，有时候适得其反，反而越清越脏。对，直接先做实验给大家看。好，它的这个泡沫一喷出来，我们先看这边有一个陈年污垢的水龙头，全部都是水垢。这个雾雾白白的就是水垢，但是我只要用这个日本研发的速解水垢的泡泡呢，只要覆盖在上面，大概5分钟，然后呢拿清水一冲，全部干净，你也不用干净到连刷都不用，连刷都不用。像这个就是专门清水垢的产品，它现在已经高科技到达，你都不用手，你只要喷，没错，你千万不要刷，没错，大家有看到哦，很脏，对不对？好，整个喷上去，让它覆盖上去。现在已经有泡沫了，对不对？那瓶是什么？普通的清水。对，就是冷水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，毛巾轻轻的擦，我只是把它擦干，并没有撸它。哇，这个超亮的，好亮哦，这个超亮的，这个叫做水龙头广告，对，好亮。这个水垢清洁剂它还有另外几个优势哦。第一个，因为它是高科技的泡沫，它会让你未来水珠比较不容易凝结在上面，那就会有什么好处呢？延缓我们水垢生成的时间。它还有闻起来还有一点淡淡的花香味，它没有刺鼻的味道。那这个是水垢的部分嘛，我们解决了。接下来就是地板，我觉得地板每一次到过年都是大家最痛苦的，真的，因为地板是家里面积最大需要清洁的。我们拖地是不是先要加清洁剂一次？对，拖一次。对，拖完你又担心哇，那个清洁剂附着，对不对？用清水，用清水再拖一次，又怕它干不了，到时候有水痕。好，你要再干抹布再拖一次。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呢，也是这个品牌大概这一两年推出的新产品，它只要一次就好。而且它快速的风干，因为呢它叫做直径低敏，你看字面上你就懂植物天然的配方。一样做个实验哦，告诉大家说它是非常快干的，因为它是用天然的植物精油低香设计。那再来就是它没有其他多余的成分，也不含人工的色素，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比方说一盆水或者是半桶水左右，大概用量是一个瓶盖倒进去多少的 CC 的水，其实比这个要再多一点，大概半桶到一桶一个瓶盖都可以。经过实验，它的除菌力高达 99.9%， 哇，几乎快百分之百。对，而且它是美国的 AS 实验室呢去做过低敏的测试，我们人赤脚走在上面也不用担心。那再加上它是快速的风干，所以我现在做个实验，就是抹布吗，稍微沾取一点，我们这样轻轻的擦拭一下，其实镜头会看到说它完全没有水痕，而且大概半分钟两分钟以内呢，它就完全风干了。家里是木头地板可以，因为基本上呢木质地板、瓷砖、塑胶的地板都可以用。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年前扫除就非常重要了，因为一次我省了大概3倍的时间嘛，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。而且家里有老人，这个很好哎，因为每次拖湿湿的都很怕那个。对呀，你们要小心哎。像我现在这样摸已经完全干了，然后第三个神器就是这个。哇，这个非常非常好用，我觉得很多家庭主妇一定都知道。就是那个会有一圈那个垢啊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也是最近才认识他，因为以前我大扫除的时候，我要蹲在前面，然后手套我要戴到这么高，因为我很怕脏嘛。然后我要拿那个马桶刷跟那个口罩啊，在那边擦，哇，真的每一年每个月我都好痛苦。可是用它呢，完全不沾手，因为它是马桶杀菌的瞬洁清洁剂，它只要2分钟，污垢呢完全就自己剥落，然后按个钮冲水，全部不见，超而且那个不见的效果呢，比我自己用马桶刷刷了10分钟、20分钟还要干净。真的假的啦？那可以每天用吗？可以每天用。关键就在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沾手？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免刷洗的弯头设计，马桶的那个边缘的凹槽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子喷进去。
喷，这样喷，然后喷出去以后，它开始就是清洁剂会附着在那些污垢上面，一冲水就不见了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效率真的超级惊人。我想说，我为什么认识它认识那么晚？因为我以前要花半个小时清马桶，现在五分钟就解决。对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我觉得你具备这三个神器，今年的大扫除应该就已经成功了。好方便，真的。过年大扫除，不想猪队友帮到忙，选对清洁用品好重要，再也不用扫到稀哩哩，开心过好年。